这放他啦，好评论一下啦，恁你也真坏蛋啦，啊不爱啉就不爱啉，遐饭是要创啥啦，我不爱啉我该啉就好啊。我叫几罐酒，酒吼。醉了，恭喜来，我上一档。啊，见老婆代志。我上一档来了，你安排什么档期啊？恭喜，看不看不你可请进啊，恭喜。谢谢谢谢。恭喜你啊！啊，你明仔就要结婚嘛？也唔过伫咧结婚之前哦。我要交代你两句话，你也知影，秀慧啊，伊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。伊咧结婚以后，你一定要好好甲伊疼惜啦。你一定爱比我爱伊哦，搁较爱伊，你敢知影？啊那无，我是要绝对替你撑下。我知啦，你点过来？我就进来。我先来，我自己来啦。我上一次我自己来啦。高姐，高姐，来，表。哎呀，进来，你别管我啦，你别管我。高姐，这个表，你还要等我上一次？来，你好。哎，我先，我上一次。哎，不要紧的，你别管我啦。恭喜！今天要把债给阿爸老子。阿哥刚才在生气呢。生气啊！阿爸，哟，你是安怎啦？面色较歹看，规暗拢睏无好哦。你想啥？无你的代志啦，带陈庄去啊！好，行，来好。出来，阿爸，恭喜哦！恭喜啊！哎，是安尼啦，阿爸，今仔秀慧啊，着要结婚啦吼，啊，你着加一个囝婿，啊，我着加一个细婶。哦，阿爸，你用囝婿是着用啊真相中嘞，三个查某囝用四个囝婿，是因为我阿清啊太勤勉嘞，要若无，早着叫秀吉砍掉伊啊。无甲一个要听话。大总，来上。
今仔日是恁秀慧阿姨结婚的，阿爸才来好好请假，到庭来，啊。嗯平昌站无转来哦，啊？啊，你是去倒位啊？可能秀慧今仔日要结婚，伊心情歹，只好啉烧酒哦。我已经煮好啊，等你吃啦。讲话啊！唔讲话要切电话。喂。喂，请问高平昌在家无？哦，我计是讲你下到袂讲话。嘿，啊！你原来叫我拍带去哦，啊！你要找恁后生，找到对阮家来哦。看袂得恭喜耶！敢若无一个人来哦？家人是带第二遍的啊，亲戚朋友也开始讲了嘛。对对对啊，是讲哦，阮秀慧嘛是嫁第二遍。哈哈哈！我知道个秀慧结婚的时阵，嘛无请客的人，伊都有心咯。总经理，总经理，总经理啊！你哪会困在家啦？你饮酒吼？啊！是安怎啦？你做甚物代志啊？你知影阮日子今日要结婚，你心情歹哦。其实我嘛有甲伊哭过，是安怎一直要嫁予周佳莹？伊根本就无爱周佳莹啊！伊是为着你。我。伊今日甲伊哥哥影响恁阿母的感情。伊就是想讲，甲人结婚了，看你会死心无？是啊，那爷爷讲的。
我甲佩芬的感情唔好，是因为我根本就无爱伊。是安怎伊要做遐尔大牺牲？啊，无你是要阮儿子安怎做啊？你已经是人的红婿，故意入去找伊，你叫伊卖嫁，你是想要搁娶伊哦？ 你真正有爱，你敢有迄个决心？敢有迄个勇气？今日子嘞？即马甲人咧结婚啊！我是问讲伊人伫倒位啦。到等啊！你爸怎么样？ 周家言，你敢有愿意要娶林秀惠为妻，共同甲伊过一世人？我愿意。林秀惠，你敢有愿意要嫁予周家言？好，即摆恁两个互相交换姓名。 我知影讲我今日无应该来，也毋过我有一句话要问你：你今仔日甲周先生结婚，你敢有真正咧爱伊？若是无，你是咧伤害伊，你知无？就参像我。 伊找到一个我根本无爱的查某人，所以我才会遐尼痛苦。秀梅，你若是真正有咧爱周先生，我祝福你。秀梅。 我要紧，假使你心无奈，也要放袂落心，你阁好好考虑一下。因为爱一个人是爱伊的全部，婚姻是袂用勉强一个，敢毋是嘞？秀梅，若假使认为。 你甲周先生会当怪罪我，怪罪我自己。我是真心的祝福你。也毋过，我嘛希望周先生以后毋通产生我遐尼痛苦，因为伊娶了一个根本无爱伊的查某。 美娇。
秀慧。你弟弟出来，是不是要跟邱家云交代？这你放心啦，就算讲天光落来，还够我替你谈。我一定会替你交代出来。邱家云对我遐尼好，我不应该安尼伤害你。秀慧。你今日若无安尼做，你唔呐伤害到周家英，而且佫去伤害到伊个囡仔，你知无？啊，不过我今仔日跟伊离开，敢讲都袂伤害到因。上届无，我认为周家英即马佫会坎坷。哪个说等到你以后到庭审我，才发现着共款一领枪，心肝抓袂着。迄个时阵，你要后悔就袂好啊！秀慧，我知影讲你会嫁予周家英，完全是为了要予我死心。你哪会遐戆呢？你敢袂记得是？咱以前还够约束啊，咱要做七世夫妻呢。跟我回来去。要创啥？我要跟碧云讲，我一定要跟伊离婚。但这么代志已经变成安尼，我希望你来冷静下来，咱三个人坐下来，共齐好好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好无？到这个时阵，你叫我要冷静？你若是无冷静，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啦。高明超，母啊，啊你安尼是在从啥？秀慧，明聪啊，你到底是在从啥的哈？你是在办公会啊？是？啊不，你走出去几高，可是跟这个查某结婚啊？跟伊结婚的人不是我，不是你，啊你哪会到底呢？林昌，你来这里糊涂哈，你来安尼做人哈？我知影讲我安尼做唔对，
也毋过我无后悔，因为我心内知影，若假使我后手嫁予别人，我只会后悔一世人。即时甲秀慧带倒转去，交予老爸。阿母，我知影我安尼做对屁婚是真残忍，也毋过今日我已经决定要甲秀慧带倒转来，这就表示讲我一定会甲屁婚离婚。我绝对袂甲你离婚，因为到即摆为止，我还阁真爱你。秀慧，但是还袂解决正常，你袂用走的。林昌，我唔管你心肝内爱是甚物人，今日是在咱家，我干来承认撇婚，才是咱哥家的新妇。阿母。我有权利决定我家己的生活，我绝对要甲屁文离婚。你讲什么哈？你要甲屁文离婚，除非我死啦！我若还阁有一口气吼，绝对无让你来为非三者。也不过你安尼做，阿母，你安尼做，我活到现在有够痛苦嘞。我会当了解你的痛苦，也不过你已经娶屁文啊，屁文才是咱国家的新妇。也不过我真正爱的人是秀慧啊。秀慧，秀慧，别抢！阿母，你若是坚持你的决定，我绝对会离开国家，而且我嘛袂阁再担你国家查甫。阿母，你放心。虽然勉强无爱我，好佳哉，我还阁有你疼疼我，我绝对袂离开高家，而且我阁要替你好好经营高家的事业。阿爸，阿妈呢？阿秀还袂转来。哼，这勉强唔知变啥棒嘞，甲秀文嘛吵喺对了，啊秀文佫找新娘啥代害哦？自头至尾，我就反对这层婚事啦，恁都唔听，一直鼓励讲秀文也着要甲嘉玲啊结婚，那怎嘛嘞？啊，代志闹开啊，尤其是恁两个啦，看咱哪样交代？阿爸，这个代志哦，袂用怪阮啦，啊我嘛唔知影讲哦，勉强会向阮走出来甲秀文也带走，迄要怪就要怪秀官啊啦。就是伊去带兵枪啊来告状的，啊来变个安尼了。阿爸，我是哈。囡仔，你还佫话人讲？你嫁人啊呢？啊，做代志哦，拢免安尼经过考虑一下。你想讲安尼做吼，啊对秀慧也好啊。恁儿子哦，一个都害死我，你讲。恁大家听好哦，明枪啊这个某吼，我那是真欠卡，并不是遐尼好溜达的。到时若佫掠狂吼。那告讲秀慧啊，妨害家庭哦，看恁要安怎样啊？得。阿爸，啊这啊，无恁即摆要安怎啦？要安怎哟？拄仔等啊，等人来告啦，要安怎？阿爸，秀官啦，你创啥？你来。阿伯，无啊，恁那是咧创啥？秀爷，吼，穿安尼水银，鸡仔头、鸡仔尾安尼行，穿什么体统啊？恁啊，你啦，你有某安尼，做迄个囡仔工课，唔惊人甲你笑哟。阿伯，这个代志完全是我唔对，请你原谅我。林昌，我是一直反对讲吼，秀爷甲这个嘉莹啊来结婚，但是啊。我更加反对你安尼做啦！对今仔日去，你免阁再来看秀慧啊！婷婷也无要阁来你看。阿伯，阿伯，秀官，才要从啥？你要甲你儿子话啥？
赞，勇敢，有气魄。你今日走去告等个秀慧带走，嘿，剧情哦，敢那电影内面才有呢。哇，真正有影哦，敢那地导游哦，看袂出，看袂出。也毋过咱讲真个啦，有气魄，敢那咧有气魄。你安尼做哦，你就是唔对。你去伤着周家莹的心，你知无？今仔外做是你，你会安怎？咱讲真个哦，你若是真正遐勇敢嘛，迄个时阵，恁老母咧苦读秀慧个时阵，你是安怎唔出来反抗？你若较勇敢的，今仔日就无可能会不加你啊！家己想清楚啊！秀慧，你怎会这糊涂啊？哪会安尼对兵抢走？是要安怎甲家人讲啊？我就是对贫穷报袂去啊！爱一个人哦，爱到遐尼深，哪有可能讲话放就放啦？你只今日安尼做，我用个体会伊的心情。我早就看会出，伊无爱周佳怡啦。你无爱人，唔就莫嫁人。啊，既然决定要嫁人，心头就爱了。你安尼哦，是会让两个查甫人为你伫咧痛苦，你知无？阿姐，我知影周嘉言伊是一个真好的查甫人，我嘛知影，我今仔安尼做，一定会对伊造成足大的打击。不过，我若是安尼就嫁予伊，将来对伊的伤害会佫较大。我爱的是勉强。今仔日若是无对伊走，恐惊明仔载我就会后悔。安尼，我有一个建议，行李款款的，天天出来，去一个无人熟悉恁的所在啊。小官，安怎啦？你莫歹开爪头好无？代志拢你抓的。我安尼做是为着李志浩啊，伊甲明昌相爱，就应该做伙啊。相爱的人都一定有法度做伙，是无？你想的是什么办法？你是叫伊永远拢莫见人，是无啦？你茫袂记的呢？明昌迄个某是足歹溜达的了。明昌伊有讲过啊，伊要离婚哦。要离婚？敢有这简单？安尼就离啊？吼！我甲恁拜托的，莫搁同我相恋啊，好不？我家己的代志，我家己会处理啦。阿妈，阿妈，晚安哦。阿妈晚安，爸爸晚安。
兴，家兴啊！但是已经到我这个地步，你心里嘛放较开。你安尼哦，我不想我是偌艰苦，你知无？你叫咱也袂烦恼，我看哦，这秀也是命真害啦。人讲的两句话都得人走，你莫怪伊，伊会转来。我看这个秀哦，伊爱根本不是你，伊若无，人拖下就行，将来你若甲伊结婚，我是袂幸福的。做翁某的，除了互相意爱以外，我都爱有缘分。我甲小飞若有缘，伊自然就会倒来。到我这时阵，你还是真了袂死心。天下查某人这么多，你何咪考虑定啊娶伊？自从丽华死了，遐尼久啊。我将来都无打算要阁娶，但即马我嫁伊秀惠，我都无可能阁去爱别人。可是我若娶伊袂着，以后我无可能阁讲结婚的代志。嘉玲啊，这是何咪苦呢？阿母，秀惠做代志，一向真负责任，真守信用，我相信会当的。戆囡啊！做代志，啊，这感情，免来讲同款啦。我，阿母，真的吗？你怎样办？啊，你呢？我等小慧电话。小慧，小慧。参加你的婚礼啦！啊，我等下还要打电话给你啊，再见。多谢。你来遮坐啦，阿兄一定会转来的啦。迄真歹讲，凡说恁阿兄甲秀惠出来，先无倒转来。安尼我是要哪甲林山鸟交代啦？迄天去因兜，伊才交代讲，叫我甲恁阿兄管好好势。恁两个兄妹啊吼，串到是互迄个咱家嘴变哪嘴的代志。你放心啦，阿兄伊绝对吼唔敢讲逆你啦。嗯，恁阿兄即摆头壳歹去啊。就是对讲，看嘛，较袂精神啊！免等啊，这迄款见笑代志，上好是拢莫转来。美玉，我即摆才知影，你是安怎会胎死无准的？若阁安尼继续落去哦，我若掠过，无得靠有一天，我会一刀刣死你阿兄。阿兄，你讲这是啥物话啊？迄、那个吴俊男是一个败类，是一个流氓，伊死好啊！咩人甲面相安尼比啊？阿母，这你袂用怪我呢。我啥物步数拢用过啊，拢无法度让面相克服。连我巴肚内个囡仔，拢是因为面相老体，拢无法度挽回伊个心。人即马秀慧已经结婚啊，伊阁要娶人转来，我实在毋知影要用啥物办法来治伊呢。你免烦恼啦，有一个方法吼，无得卡，
会用个甲勉强留伫厝内面。是啥方法啊？甲秀慧接转来咱家住。哎，阿嫂，你莫听阿君算笑啊啦！啊，恁两个人哦，袂输火烧甘蔗园，有伊就无你，有你就无伊，哪有可能甲娶转来斗阵过生活啦？飞伫勉强的心，我嘛挽袂转来。我不如吼较大方的啦，甲秀慧公家翁婿，无的确我会分一半。你即马是伫讲啥？我讲我要甲秀慧公家翁婿。无你卡，你的心肝我用个分一半。阿母，我你甲伊讲真呢，伊料准我你滚生笑。明秋，看你那素颜的阴阴挺挺哦，我实在足心寒的呢。看伊目睭安尼青气气。伊敢袂真实，敢遐歹势吼？还有，讲啥个啦？高明秋，秀慧，你若真正放袂落，我甘愿让你家己带转来。天落红雨，你若不相信，我会陪你去林家，亲身家己请转来。你倒是甲我讲，你安尼着到底有啥物目的？我拄则毋是讲过啊，我会安尼做，无的卡，你的心肝会分一半转来我遮。我甲你警告，你莫在这甲我结空结笑。高明秋，我所有想会到的，我拢尽做啊，你若袂接受，我也无办法啦。啊，不过我甲你警告。若是我发现你甲林秀慧有任何暧昧，我绝对会放你煞啦！你爱安怎就安怎啦，随在你啦。陈碧文，我甲你讲，你若敢若秀慧一卡毛，我绝对会放你煞。好歹你试看卖啊！我有代志要找你。我想要接你回来过家住。停车！停车！秀慧，秀慧，我若知你甲滚生笑，我就袂跟你起来啦。我是跟你讲真的呢，我已经想好任何办法，让明秋倒来我的身躯边啊。我已经忝啊！我无想要甲伊争来争去啊！我是想讲，咱若事先讲好势，无得靠，咱应该好好斗阵生活。我无可能甲你做阵生活。等下，你敢无需要搁考虑？无需要考虑。好，你若有啥物放弃勉强，应该甲婷婷交予阮哥哥。我你即摆是咧讲啥物？我无可能放弃婷婷啦，婷婷是搁家己规种。我唔对，伊早晚就要认错归宗，还阁唔是即摆。林秀慧，我好心请你倒来表家，你唔肯，叫伊甲婷婷交好，你嘛唔肯，你根本就无爱伊甲平秋断绝关系嘛。我甲你讲哦，咱已经在受限度的哦，秀慧你是卖逼个。要安怎？凊彩你啊！
秀慧。阿妈。秀慧。秀慧，那肯定的，来来，你爸，来来，好，给妈妈接。家阳已经等你一暝一日了，我实在就对不起你，我不应该替你的婚姻大事来分身出。无要紧，真正无要紧啊，代志过就煞，你会当待在我的身躯边，到过去的代志都莫搁去想啊，嗯。秀慧，家阳甲阿红以后都唔忙你照顾，恁家细的，我袂晓照顾。哎，阿红来，干嘛的？没啦，干嘞，妈妈都早起，爸爸咧顾着哦。爸爸会同妈妈顾好着，好，来，干嘛的？乖，乖。阿母，阿母，我今仔日来。是要让我同经理辞职，我要让你退婚。